今天我们有个拆解任务，就是打败强大的哥斯拉，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挑战，所以在挑战开始前呢，希望观众朋友给我点个赞哦。这哥斯拉的脚步声呢，就在我们附近了，我们要小心了。哦呦，这我声控，哇，它的体积呢比这栋房子还要大。哎呀，小心它的原子突袭啊！哇，被它击中了就不得了了，直接躺下就可以了。哇，现在我们要找武器啊，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武器啊！赶紧开门，赶紧开门，我们先躲起来啊，千万不能被哥斯拉给发现呐、啊！哎呦，这里面好黑啊！哇，那家伙呢，就在前面拆房子啊！哎呀，这里面有武器吗？这是自动贩卖机啊！啊，我们打开我们的手电筒，往前走看一看。哎呀，这家伙呢，会不会拆到这里来了？哎呀，我感觉我躲在这里也不安全呢、啊。哇，不行，我们得到前面看一看，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啊。他现在到底在干嘛？他怎么突然停下了？哎，老兄，你在思考人生吗？哎呀，这家伙安静的有点可怕，我不喜欢他安静啊，宁愿他躁动点、啊，拆房子也好啊。啊，看来这个地方呢，不适合我们对付哥斯拉。还是找另外一座城市呢，去对付这个家伙吧。哎呀，你别那么激动啊！哇，又朝着我吐原子吐息啊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别被他给追到了！啊，这附近呢有啥可以对付他的武器啊？这家伙的脚步声，哇，一脚呢就可以把我给踩扁了、啊！我们可千万别被他给踩扁了、啊！啊，哪里有车子啊？哎，这有辆车子啊！我们开上这一辆车子逃跑。
拜拜。